现在将演出《霸王别姬》。西楚霸王项羽，他有勇无谋，又刚愎自用，不纳忠言。刘邦用计在九里山以十面埋伏困项羽于垓下，项羽见大势已去，就纵酒悲歌，爱妃虞姬拔剑起舞以解其忧。后来汉军来偷袭，虞姬害怕耽误了军情，拔剑自杀。项羽战败至乌江，也自杀而死。为纪念梅兰芳大师诞辰120周年，我们排演了这出梅派代表剧目。主要演员虞姬的扮演者张深南女士，自5岁登台演出至今，累积了多年的舞台经验。她也先后得到多位京剧名家的指导。此次为了排戏，她克服路途遥远、乘车转车、费时和多重困难。项羽的扮演者郭铿先生是硅谷博雅京剧研究会会长，他对待全体会员如同家人，对票房许多事情都亲力亲为。郭会长是以花脸为本功，唱、念、做等方面均得到专业演员的指导，曾在2013年霸州票友节获得金奖。Next act, the story is about a fallen hero caught on his final days of battle. The act displays a love story between the field hero and his lover, and their death at the end by suicide. Please enjoy the show. 请观赏《霸王别姬》。像他们还在安排一下那个 stage 那个舞台的布景啊，请稍等一下啊。
凤凰，难以取胜，怎奈天亡我族。飞转臣罪也。被得有酒，欲待万朵饮几杯。
了楚地，咱们回不了家了，那赶紧散了吧。哎，小心脑袋，大王爷军令如山，咱们赶紧的巡京守夜去吧。哎呀，岂止you
莫非刘邦已得出地人不成？大王不必惊慌，差人四面打探兵部，再做起叫。言之有理，进士纳领。参见大王，有何吩咐？四面俱是诸国各省，吩咐下去速探回报。领旨。我想此事定有挑起，启禀进士一报。今日就是你我。
大王看开，你我世人落。
府众将四面应敌，不得有误。领旨。Intermission. Break.